迎收看109年2月15号的港都新闻，我是黄兰君。防堵新冠肺炎疫情入侵社区，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是全民总动员，不过还是发现有需要居家检疫或者是隔离者，他们没有依法落实在外面爬灶，形成了防疫上的漏洞。高雄市呢，目前已经开出了20张的举发单，并且寄出重罚，也呼吁大家在全民防疫期间一定要遵守规定，切勿以身试法。根据卫生单位的资料，目前高雄市追踪管理的居家检疫民众有2468位，另外还有123位居家检疫个案，他们都要依法不可外出14天，避免造成新冠肺炎防疫期间的漏洞，造成大多数民众被感染的风险。不过在这紧绷的时刻，还是被发现有人违规，卫生局已经开出20张的举发单。那这边有很清楚的描述到，违反居家检疫规定，禁止外出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者，将依《传染病防治法》第58条及《通法》第69条，处新台币10000至15000元罚款。好，那这个是很明确的法条规定。那也在这边特别呼吁，所有在我们可能接获居家检疫通知书的这些民众呢，一定要确实的遵守相关的规定，切勿以身试法。全民防疫，提高警觉，也有助于防堵漏洞。一位大陆配偶在松山机场接到居家检疫通知书后，却仍然搭乘高铁回到高雄，结果在车站和家人通电话时被路人通报，透过防疫系统在个案抵达家门时，卫生局人员也立即前往关切。他违反居家检疫的相关规定，那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所以这个环节呢，我们处以新台币1到15万的罚款。那当下这位民众是拒绝签署这个举发通知书，不过呢，根据我们既有掌握的市政，我们会依法在意见陈述期满之后呢进行处分。卫生局指出，不论是居家检疫或隔离对象，都必须遵守法令，不得外出，落实管理14天。如果有就医需求，可拨1922疾管署防疫专线或723-0250卫生局防疫专线。至于居家检疫个案，如果因为没有人协助三餐或者是垃圾清运，可以利用7134000转1234电话请求协助，将会有专人提供服务和协助。拒绝病毒入侵社区，也请全民加入防疫行列。记者李正道、黄兰君，高雄报道。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引发恐慌，除了防堵境外移入病例呢，也要关心这一次疫情对台湾经济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市长韩国瑜日前就北上参加行政院会之后，除了希望中央能够携手地方齐心防疫，也能够提出相关的纾困方案，协助振兴经济，让人民安心生活。韩国瑜市长北上参加行政院会之后，下午回高雄主持第7次防疫应变会议。他指示各局处尽速跟中央部会对接，齐心对抗疫情。我要求我们的教育局立刻跟教育部来对接，看将来高雄市的孩子在开学之后有什么特别需要，中央教育部可以帮忙。那经济部所提出的纾困的方案，事实上我们高雄市政府在2月6号就提出了纾困，2天之后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提出了500亿纾困，再过2天呢，行政院也提出了纾困。那这个就是了解到很多民众因为这个肺炎的疫情造成经济上极大的困难，所以我也要求我们经济发展局跟经济部要对接。疫情对于市政的冲击，韩市长从教育一路谈到观光。然而观察防疫疫情开设以来，他认为对于人心跟经济其实影响是最大的。我们强烈感受到有2个面向是值得国人共同来注意。第一就是人心，因为人害怕恐惧之后造成人心开始浮动。事实上有的可以看得到，大家囤积口罩，去买口罩，去抢购酒精等等，就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害怕的状态。第二个影响是经济，经济层面影响实在是太大，包括我们预估的观光客以及各种相关的行业，在经济上都非常的辛苦。韩市长呼吁中央跟地方联手齐心防疫，卫生局也表示将会严格执行居家检疫，视中央防疫现况随时调整脚步。应变会我们就会变换队形，
就改成我们跨局处的一个因应工作小组的一个会议，我们会针对我们刚刚提到的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一个落实，以及我们相关的这个医院的一个隔离医院的一个准备，以及我们相关的这些需要这个防疫物资的一个准备，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工作小组会去做一个持续的滚动式的去检视去改善，或者是去增加我们相关的一些落实度。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以后在下个礼拜开始就是会做这样的一个变化。卫生局表示，截至13号为止，没有配合防疫工作四处爬爬走的总共开罚13例，同时也呼吁民众，目前疫情防范得宜，千万不要过度恐慌，也不要囤积口罩及酒精等防疫物资。记者王思武、秉源采访报道。在全民防疫期间，日本台湾商会由总会长率领六大地区的商工会来拜会高雄市长韩国瑜，双方并且针对经济发展、农渔产业以及观光旅游等议题交换意见。韩市长也利用机会来加强行销高雄，希望日本台商回台投资要选择高雄，是否将会积极的协助发展，创造多赢。由日本东京、千叶、关西、九州及琉球、横滨等地区台商会共同组成的日本台湾商会联合总会，14号下午在总会长何道台率领下拜会高雄市长韩国瑜，双方就经济发展、农渔产业及观光旅游等领域交换意见，相谈甚欢。高雄大家都了解，是最美丽、最热情的城市，而且特有的条件可以说空港、海港，通通都具备，有山有海。人民又热情，高雄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后发的爆发力很巨大。我希望我们在日的台商能够帮我们台湾的政府帮忙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今天带来的团队，我们有食品业，有电子业，有旅行业，有一就农业方面，像生果进出口。我本身是食品贸易业，台湾能够卖、能够赚钱的，我几乎都搬到日本去了。韩市长表示，高雄具有良好的条件及潜力，欢迎台商回台投资，选择高雄，创造多赢。我们一定是站在企业界的好朋友，绝对不是高高在上管理大家，而是从旁协助，跟大家一起成长。那这样的成长之后，企业赚到了钱，那应用了我们的劳工，纳到了政府的税收，那企业赢，劳工朋友赢，高雄市政府也赢。所以我们这个观念是非常健康的，非常非常健康。那如果台商朋友将来如果要回到台湾，可以多多考虑我们的高雄，我们市政府一定矢志立志做大家的好朋友。会中，韩市长、局处首长与日本台商代表互动密切，并且针对贵宾们提出的问题相互沟通。随后，双方互赠礼品，象征彼此的情谊坚定。总会长何道台指出，尽管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各界代表还是准时拜访市府，主要是期盼在日本的台商能够帮助台湾经济发展，进而将台湾的商品多多引进日本市场。高雄市赞不赞？赞！赞赞！赞！赞赞！赞！三个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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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王思武、秉源采访报道。继续带您关心这一周港都新闻的一周要闻回顾。因应新冠肺炎造成的口罩之乱，韩市长特别前往三民区的口罩生产工厂，来慰劳日夜赶工的工作人员。除了了解口罩的生产状况，也感谢国军弟兄还有后勤干部的人力支援，因为大家不辞辛劳的来投入生产口罩，希望能够早日达到防疫的需求量。戴上防尘帽及口罩，高雄市长韩国瑜12号下午在民政局长曹环龙及高雄市后备指挥部指挥官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三民区晋新科技公司，了解口罩生产线的运作状况。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中央有鉴于国内口罩产量短缺，2月初投入人力及设备，协助厂商提升口罩生产量。整间工厂共有12条生产线，24小时持续运转。韩市长除了详细了解口罩生产过程的情形，也亲自向30多位投入生产作业线的国军弟兄及后备干部表达谢意，同时自赠加菜金，感谢他们多日来的辛劳。
生产线全部都开动，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进心公司呢，能够为了台湾同胞的健康，从这个公司的管理阶层到所有的员工全力投入。那也要感谢国防部、后勤指挥部来调用40位兵力来支援个工厂，现在是军民一家联手抗疫，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精神，所以代表高雄市政府来感谢我们进行公司的徐董事长，也要感谢我们后备军这个后备司令部这些兵力的投入。韩市长肯定中央防疫作为，也呼吁市民务必做好防疫准备。而口罩工厂在国军人力的投入之下，产能都大为增加。目前是12条产线，包含5楼2条产线。那我们下周，包含本周六，我们要介于中央所提拨的2台申请机台，我们下周就直接进场了。那目前是产能原先的27万、21、27之间，我们扩增到这几天，我们拉到60万，3倍的量，3倍的量。那我们希望再提升列为70至80万，对，全力的提供给全市场。业者表示，目前口罩产能从原来每天20多万个口罩增加到60多万个，预计2条生产线加入之后，每天渴望将产量增加到70万个。韩市长感谢业者协助政府防疫，也再次呼吁市民勤洗手、量体温，外出时也多戴口罩，一起为防疫工作尽一份心力。记者王思武、潘志光采访报道。现在全民防疫期间呢，大家的精神都很紧绷，不过呢，只要做好相关的防护，还是可以正常生活的。副市长叶匡时就特别前往文化中心来参加2场艺术盛会，希望借此能够鼓励在地的艺文工作者提高创作的能量，也带给市民朋友优质的艺文飨宴。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戴上口罩，在文化局长林思麟的陪同下，元宵节下午来到文化中心参加叶仲卿老师的油画个展。刚好这个展览期间有疫情，所以我们大家都戴了口罩，对不对？就是告诉我们要来看画展的时候，少说话，多用眼睛看就是了。叶匡时不改幽默作风，用少说多看表达参加艺术盛会的态度。对于叶老师亮丽鲜艳的用色画风，相较于时下严峻的疫情，认为欣赏画展可以带来喜悦感。他同时也强调，希望借由这次策展，让民众了解高雄文化的底蕴，也让在地优秀的艺术家有展现艺术的平台。让人到这种地方，尤其最近大家这个疫情的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会有一点这个 depress， 就是有一点这个灰暗的时候，到这个地方看这个画展呢，我觉得会让人喜悦起来。所以我们另外要感谢我们文化局的林局长，他这个能够有这样的构想来办这个打开画匣子这样的活动，使得我们很多在地的画家呢都有很好的这个展现的作品的机会，跟我们高雄市民有更多的互动沟通。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让我们的市民经了解说，其实我们高雄是有非常文化底蕴的。欣赏完叶仲卿的油画个展，叶匡时紧接着来到至高堂参加张楚的2020书画祈福展，欣赏张老师以恩师庄严先生为精神指标所完成的作品。高雄有像张楚的老师这样的人呢，在这个胶彩画、颜彩画方面都非常有这个重要的地位，能够在高雄呈现他的作品，是我们高雄人的这个福气。那另外呢，就是说我的了解，就是我们张老师他的这个绘画里面，他有师承非常多中国传统的这个像刚刚提到的庄严啊，我非常感谢，我21岁的时候认识了我的恩师庄严老师，他给了我很大的期待。对我来讲，一个小女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那是何等高的荣耀，怎么我会跟他这么亲近，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所以他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讲都是圣旨。张老师在胶彩和颜彩艺术上在国内拥有重要地位，尤其画风上融合水墨山水、传统日式和西方，并将书法入画，创造出自己的风格，让叶副市长由衷感佩。而目前这2场艺术飨宴都在文化中心盛大展出，叶匡时欢迎民众把握时间到文化中心欣赏这2位大师的作品。记者王思武、秉源采访报道。中华地下道目前正展开填平及拆除作业，由于施工顺利，进度超前，经过旅勘之后呢，已经将南下临时便道先行开放通车了。新工处表示，将可以疏解周边的交通拥塞情况。至于主线道填平工程，预计会在3月8号之前来完成，到时候南北向将可以恢复通车。
预办混凝土车来回穿梭。高雄中华地下道填平工程一号起道路正式封闭之后，在市府新工处及施工单位全力赶工之下，目前进度超前，原定13号西侧南向便道才能完工，渴望先行开放通车。经过我们施工团队的事先的充分的规划，那我们做得非常顺利。本来预定要13号啊，来星期四来上午开放通勤。那经过我们这段努力之后呢，我们会提前一天来开放通行。等到我顺利西侧开放通行之后呢，那当然对我们南的由北往南的交通是有适当的一些的疏解。对，那用路人啊，他也不用再绕道，那对我们整体的一些行车的效率也会充分的提高。新工处表示，这条南向便道路宽8公尺，设有2个车道。通车之后可以疏解尖峰时段周边交通，至于中间的主线道预计下个月8号完工，届时中华路南北向将可以恢复通车。主线道它总共往南往北各2个车道，总共有4个车道，那南北向啊它是各一块一混合的车道，这个情况，那到时候呢我们3月8号主干线通行开放通行之后呢，我们的西侧的便道会把它封闭，来做后续的侧沟及人行道的施工。尽管施工单位全力赶工，但作业精准掌握，并以不扰民为最高原则，不但工程现场不见尘土飞扬，噪音影响也降到最低，让周边商家十分肯定。他们真的很辛苦，每天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在赶工，而且让我看到的一点就是说，当他们在施工的时候，他们那个洒水就一直洒一直洒，都不会造成我们灰尘的那一种妨害，真的做的措施啊都做得很好。在中华地下道周边开设汽水工厂长达60多年，在三峰中间也颇负盛名，业者期待工程早日完工，不仅进出方便，生意也能好转。我是非常期待，因为我们家是2个店面嘛，那一个店面被封住了，造成很多的不便，那今天如果打开了，应该是说真的太高兴太高兴了，满心的在期待这个路赶快通。目前地下道填平作业仍在赶工当中，整体作业要到7月才能够全部完工。新工处除了加快脚步之外，也会符合工地规范，将工程的影响降到最低。记者王思武、潘志光采访报道。因应新冠肺炎，学校延后开学，高雄市民权国小的老师就利用教育局的达学堂直播平台，带领线上的学生一起参与课程直播。教育局也鼓励大高雄学校的师生多利用平台的线上学习资源，还有多元的课程内容，在家线上自学，把握时间加入自主学习的行列。Welcome to Dr. Live. Okay, I am your teacher Daniel.民权国小英文老师利用达学堂直播平台上英语课，老师还把现在最流行的武汉肺炎防疫须知编入英语教材，吸引学生学习兴趣。武汉 WUHAN， 第一个 W 叫做 Wash your hands， OK， 然后第二个U 叫做 Use your mask properly， 这个适当的用你的这个呢，穿着你的这个口罩。因为肺炎疫情，学校延后开学，学生只能够在家里持续放假，但民权国小师生可以透过达学堂平台在家线上自学、共学和线上教学，一样可以跟老师做问答互动。我觉得效果很好，因为假如说你看，譬如说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上去学任何我想要学的东西，而且也很快乐，因为毕竟也是在用3C， 所以会觉得很好玩。跟同学约好的话就会比较不会偷玩，所以其实跟同学也是很好的。我觉得很有效，因为就算是现在是防疫期间，那你在家里也可以有很好的学习，然后你可以在家里想要干嘛就干嘛，可以边吃东西边上课啊，这样比较随心所欲，感觉学习效率比较高。达学堂平台是结合直播、游戏和数位学习的前瞻平台，以学生学习为主体，将自主学习、翻转学习等其他不同策略融入教学课程内容，也提供学习测验，让学习获得最大成效。除了这个学习以外，还有英才网，还有教育部的许许多多的网站，孩子只要有心学习，家长陪伴他的共读，我相信在家里面的这
两三个礼拜，孩子会学到更多，更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学习。为了鼓励更多学校参与直播共学，市府教育局将举办直播教室设备建置申请说明会，提供直播设备结合达学堂平台，让教学不再受限时空和场域。达学堂在。记者张世明、赖昌邦高雄报道。现在很多人都抢着要买口罩，但其实一般健康的民众并不需要戴医疗级的口罩。也有学者呢来宣导示范如何 DIY 做可以换滤材的口罩。左营区新下里的志工妈妈呢也自制口罩的布套，不仅美观又环保，还可以每天更换。防范疫情，大人小孩戴口罩成了最普通不过的日常，不过也造成口罩大缺货。新下里志工妈妈想出妙招 DIY 口罩外套，是这样把它拉开啊，拉开照这个尺寸啊，我为什么比较大，就是缝缝是口罩哈，就是买不到嘛，还要排队嘛啊，我们做这个的意思说可以哈，省下哈口罩不用。不要天天换，要是很舒服，戴起来我们这个皮肤好像很舒服。缝纫技巧本来就很好的志工妈妈，运用拼布包剩下的棉布，再用医疗口罩当样板拉开到最大面积，剪出纸板大小，就能复制出一个又一个。两边加上一小块魔鬼针，方便口罩取出。最后车缝组合，不到半小时就能做出好看又环保的布口罩。一个摆凳两个哪有够啊？吼，我爱多是，我呢吼。这个一个口罩可以用三四天，哦，这个还很实用。阿孙就买啊，找布啊，看你爱什么色的，用什么色来做啊。啊，用棉布嘛，棉布爱透气嘛，不要伊个棉布这密布无。左营区新下里长黄庆德的服务处平常就提供给志工妈妈做拼布包使用，如今面临医疗口罩数量有限，自制口罩布套不仅可以把口罩留给需要的人，布口罩也方便清洗，一举多得。我们一个礼拜如果有这个外套哈，一个礼拜两片是够用的。现在这个防疫最重要哈，平常，他们都在做这个手工拼布包，现在哈，就专现在就都专心在做这个口罩外套。目前志工妈妈手做的口罩布套以提供里内选手志工为优先，建议民众可以轻松 DIY， 就算不是裁缝高手，也能到布庄购买喜欢的花样，用针线为自己也为家人去做专属的口罩布套。记者张世明、罗少君高雄报道。迎接西洋情人节，左营区户政事务所就特别为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呢，举办了左营幸福列车活动，邀请了民政局长来装扮成幸福列车长，除了送给每一对新人代表祝福的幸福车票，也见证新人许下保护对方的承诺，祝福他们幸福到永远。新人们一来到左营区户政事务所，民政局长立刻送上大大的幸福列车车票，要送新人们从左营站搭上幸福列车到达幸福站。好几个户所都有做我们214结婚的一个布置，那今天左营特别用心，那在这样的装置艺术布置下，让新人能够有一个更浪漫更感动的一个回忆。陈先生和林小姐还是挺着大肚子来办理结婚登记，在民政局长和户所主任担任证婚人之下，大家在结婚证书上签名，正式完成结婚登记。因为刚好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也比较好记，对啊，也有文讯说好像局长会来这边，想说请他帮我们证婚。觉得这边的造景还蛮漂亮的，一起迎接幸福。不过结婚之后能不能真的踏上幸福之路，还要经过重重考验。新人们要摆出局长指定的拍照姿势，任务完成之后还要相守一起对抗新冠肺炎，才能够得到户所准备的三样好礼，让新人觉得好感动。老婆我爱你，唯一守护你一生的健康。刚好我们新居也正在布置中，所以等到新居一切落定，然后我们把这些餐具啊碗筷杯子都送进去之后，日后我们在用餐，我们在平常喝水的时候，也可以常常想到左营户所以及局长今天大家的热情招待，很谢谢大家。
觉得今天特别的幸福，就是谢谢老公跟谢谢大家。市府因应结婚登记热潮，各户所都举办热闹的活动迎接新人。虽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但保证防疫措施绝不打折，确保大家在安全的环境下完成终身大事。我准备了50份哦，嘿，那今天大部分的都不是我们本区的，很多都是为了我的装置而来的，他们都是其他区跨区来办。高雄是一个幸福的城市，我们会一起打造一个乐婚愿生能养的环境，那也代表市长祝福大家能够早生贵子，而且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永浴爱河。面对少子化，市府也推出新的婚育政策，鼓励新人多多生育，为社会增添生力军。0214，我们结婚了。记者张世明、赖昌邦，高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黄兰君，祝福您周末假期愉快，我们下次再会。